我们那个不麻烦，没有那么多。感冒拢袂好。怎么跑去旁边的？对呀、啊，我看到。碗。给我擦的。你要不要去找小乖？乖乖。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他也不会跟你抢玩具，你会让他啊？啊？那你去找乖乖不好？乖乖也有朋友了。碗。过山道。乖乖现在也有朋友了呢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去。没有。